Hello，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天软。今天《怒潮》即将在一月五号上映，我在《怒潮》中饰演的是警察麦朗文，请大家务必进电影院支持《怒潮》。我们得赶在所有人之前抓这个凶手。今天是我们大日子。谁雇你的？我不想跟狗说话。Big day is coming. 这次他们一个也跑不了。生我要见人，死我要见尸。